因为我每次回东北啊演出什么的，我不太敢演，因为东北的朋友都很好笑。其实说明小你稍不努力的话，观众就上台给你讲笑话，观众受不了说那个节奏不对，就铺垫稍微的，哎，来好不好哎，然后就给我刷啤酒。我每次过年回家，其实都不是过年回家，就属于进修。